么多人。对呀、啊，那你要坐公车吗？都你在讲啊，啊你还不赶快？你想要坐计程车也可以啊，你要搭便车也可以啊。大家都要排队坐公车。哦，生意这么好。要去哦，大家在排什么？他们怎么知道谁？大家要南无阿弥陀佛吧。怎么知道？那叫阿弥陀佛。怎么知道彼此要坐几号吧？这可能只有一号公车吧，啊、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站一整排？我来看一下。因为我也要坐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排什么。这是在排同一班吗？你看那个表，看起来才5台公车而已。对啊。